对，因为我们这一个环节，这5首歌都是赵生老师编的，所以这首就是他最经典的。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就说哦，好好听啊，听了这20年。这首歌今天晚上一定要唱。对，不是你唱对不对？不是。耶。来。Well， 这首歌主意呢，是我们新加坡人丁力写的，对，所以你知道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丁力，但是都不知道他写中文歌，很多中文歌厉害，所以这首歌原本是他自己写给自己唱的，然后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新加坡人那个 Iskandar Ismail， 他过世了，他编那个版本，第一个版本原版，然后因为这首歌被收进了金枝玉叶，然后哥哥里面有演，但是没有唱，是那个版本应该是丁力的版本，所以后来他又要收入进这张唱片，这张宠爱张国荣这张唱片，然后是全编哦，叫我全编，基本上这个歌已经有那个感觉，有那个味道了，可是要怎么把它弄成更哥哥的感觉的那个味道，我就把整个歌给大家。把它整个上掉，整个编曲上掉，就之前编过的东西我上掉，我重新编曲，然后就是跟着哥哥的 feel 去编的，所以这个版本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版本，因为它跟原本的original 不一样，然后我希望我能够把我有把哥哥的那个感觉，他的那个心声带出来。好，谢谢。好光阴纵没太多，一分钟那又如何？会与你共同度过。